嘿、hey，各位，欢迎来到这一集的字调日记。好久没有录字调日记了哦，因为前阵子的调性呢都是比较，怎么讲，比较轻松啦，我、哦、啊算是比较随性。对，那今天稍微其实也不是什么出远门啊，但是稍微换个，还是换，今天也是换个场景啊、哦。然后今天在。不知道各位现在从外面看看不看得出来这是哪里？哦，这边是新大港，没有很熟悉，但也没有很陌生啊、哦，偶尔会来啊。那距离这一趟来之前呢，的上一趟来新大港呢，也蛮久了哦，有不少段时间都完全没过来这边钓鱼。对，那今天想说好，那一样是平日啊哦，依旧是平日的钓型，想说好吧，那来这边。很久没来了，来这边重新来这边钓探看看了、哦、啊！挑的平日就想说比较少人一点，因为毕竟新大港是大家都不陌生的钓场啊，所以说这边只要到周末假日啊，哦，还蛮这边的人潮还蛮热闹的，所以就会比较拥挤一些啊、哦。那所以今天刚好平日钓型，我想说那不然。早点出门来这边哦，所以今天算是比较早出门了、啊、哦，因为从出门到这，然后到前前后后准备东西呢，这个、时间是完全提早，所以今天我就没有像平常那么慵懒的出门。现在9点多，快10点了、啊、哦，已经所有的东西都弄好，我们已经到达钓场，然后进行拍摄，然后所有的该设置好的装备呢都准备好了哦，所以说今天算是往前推的话，大家可以想一下，以我的钓型来讲，我算是比较提早充足的准备，然后比较提早拉长时间，提早出门啊哦。好 ，OK， 总之就是这样啦。那这边其实我觉得，其实也不用做太过多的介绍，因为这边应该普遍各位钓友来讲都不会太陌生。那我今天钓的位置呢，就是北面的航道口哦，内侧哦，外堤北堤在那。哦，大家从画面上面看得到，北堤外堤在那，啊，南堤在这边外堤。那我们在内侧的航道北岸。航道北岸，那这边就是著名的那个，大家都知道这边下午有一排海岸咖啡嘛，在这边嘛，对，航道咖啡都在这里，我们就在航道咖啡的这一侧。好，那我们现在是早上，对，那现在目前看起来，状态我觉得还不错啦，我就以观察起来感觉啦哦，风平浪静的啦，然后没有什么太剧烈的环境，那整个水色我觉得也还不错，蛮清澈的、啊。对，因为我不觉得这样子的水色，我看起来觉得比较喜欢。然后至于钓况跟钓果，那个就还有其他的因素啦、哦。总之 ，anyway， 今天我们就来这，然后就很久没来了，来这边钓看看啦。对，那这边就是新大港，那有兴趣的各位也可以来这边试看看。现在适逢已经算是进入夏季，但是还不是最炎热的炎夏啦哦，现在才刚五月而已，刚五月，但是已经以台湾的气候来讲，已经算是很炎热。不过接下来的六七八月，大家还有的受啦哦，尤其是爱钓鱼的各位，就越来越严苛了、哦。好，那今天就是来这边比较轻松啊，其实这个地形啊、环境，整个安全系数比较高一些，也比较轻松。那也欢迎各位来这边，试试看。当然，它虽然肉粽比较整齐啦，也看起来比较安全一些，但是还是要很注意安全哦。一样来这边，各位不要忘了。你的救生衣、你的防滑鞋、哦、你的基本的安全装备是不能少的。那至于你来这边你要怎么玩呢？那就另外的自己去享受啦。来这边钓鱼的人很多，使用的方法也很多啦。那大家就是可以再也多去参考其他有在来这边做钓的钓友们的一些讯息啊、哦，一些讯息。OK， 那今天就开场就先到这，那等会就。准备进行做掉，那用的东西跟平常一般般啦、啊。那想要了解的话呢，我可能考虑上个字幕，不然就等会在一边做掉过程当中再慢慢跟各位讲解。好，那就开场先到这，我们都准备好，那就准备做掉吧。OK。
OK 啊，各位，如画面看到了，早上上班长哦，在新大港，钓得不太理想啊、哦，哇，今天天气是非常的好、哦，万里无云，真的是无云没有云啊，哦，不过是海上有吹来一些微风啦，还算可以接受，但是今天天气是万里无云的哦。哇，非常晴朗哦。那上半场钓得不尽理想啊，在新大港。那因为然后刚中午呢，想说离开新大港，然后沿路稍作休息，大概吃点东西。中午就休息，然后补给一下，然后就一路想说那就算了啦，还是回来了哦，回来台南了。对，那就一样带大家看烂了。然后我最熟悉的地方呢，我妈祖坪啊，是鹿耳门西出海口。那我今天一样啦哦，我最近来这边都比较选择就钓。最外侧最前端了，各位可以看到，我已经到整个肉粽体的最前端了。等一下大概等我就掉这个位置哦，最前端的周围这个位置。对，那再做最后的尝试啊，把饵什么今天带出门的东西钓完了，就这样。那钓果就看看吧，等会看看有就有，没有也就是尽力这样。那今天也就是享受一整天的钓情啦，真的是一整天啦。今天早上就很早出门，那去新大港也试了，那回来台南就近附近，我安南区附近呢也做最后的尝试。那等会就试试看吧哦。那我们也是中午休息完之后呢，现在移动到这边也是刚到，那等会钓组整个绑好之后呢，就直接尝试了哦，直接尝试了。OK， 那就是这样哦。那今天整个。天气真的非常晴朗哦，从这边我现在已经到安南区，看过去还可以看到整个高雄都看得到，寿山，然后新大港沿岸高雄还看得到。今天是万里无云啊，天气非常晴朗，非常好。那相对夏季钓鱼的话，这样子的气候对钓鱼的人来讲也算是一种严苛的考验啊，毕竟天气热，体力负荷来讲比较大。对 ，OK， 那就等会就继续下半场做钓吧。OK，